身为一线女星的杨幂，自小就以童星身份出道，靠着超高颜值和精湛的演技，成功虏获大批忠实粉丝的心。出道至今，出演过多部电影和电视剧，像是《小时代》系列电影、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等等，被誉为票房保证女演员。如今和前夫刘恺威离婚四年的杨幂又再度披上白纱，不仅整体状态直线提升，她自带优雅又温柔的气质，让不少网友惊讶，简直是仙女下凡，成功引起话题。杨幂过人的气质和精致的外貌，一举一动都话题性十足，让她顺利成为流量女王，更是许多知名厂商的宠儿。近日她在微博大晒九组唯美白纱照，不仅大方展现她完美的曲线，还秀出性感锁骨和白皙的双肩，让粉丝看了都舍不得转移目光。其中白纱的设计丝毫不马虎，瓶口和袖套的设计让杨幂更显贵气，而中空的造型让她露出一截纤细蛮腰，再搭配珠宝等饰品，整体氛围典雅又奢华，让大批粉丝直说这就是颜值天花板。仙女姐姐什么时候和我结婚？拥有一件高级定制礼服已经是一线女星的必备品，尤其杨幂这一身唯美白纱的来头可不小，不仅号称全球仅此一件，更是来自黎巴嫩的婚纱龙头品牌，并由设计师替她量身打造。全白的设计，胸口还带有水钻拼成的雪花点缀，让整件白纱简约又不失奢华，而曳地和曳边的裙摆增添浪漫情怀，视觉也更加有层次。白纱两节式的设计虽然特别，但若是腰上有赘肉，必定马上现形，可见杨幂身材近乎完美，对比八年前杨幂和前夫刘恺威在巴厘岛结婚时的模样，更加闪耀动人。